阿姐好累啊。你弄那么一点就喊累了，那我天天来干跟谁喊累啊？那么多脚什么时候才能煮得完啊？你赶紧弄，弄完才能回家。好吧。阿姐，你要拿这个地来种什么啊？我准备拿来种花生。种花生？是啊。是不是我们吃的那个花生油榨出来那个花生？是啊，家里吃的那个花生油是自己种的那个花生榨出来的。阿姐，我饿了。那先回家做饭吃吧。走。吃完饭再来弄了。好。阿姐，今天做什么好吃的？我今天给你做个水煮肉片吃。是我最喜欢吃的哦。是吗？等一下你多吃一点。我想到都流过水了。把肉切一下。把肉切成薄片。把青瓜切成小块备用。鸡精、盐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蚝油、水淀粉来搅拌。青瓜、豆芽，把配菜炒香。把炒好的配菜垫一下底。姜、蒜、泡椒把它爆香，加点红豆酱，加水，放点鸡精、盐、酱油，放肉片，可以了，把它捞上来。蒜末、干辣椒、花椒、白芝麻、葱花。啊，开饭啦！哇，阿姐，一大把那么多。是啊，你多吃一点啦。好香啊！太香啊，好下饭。下面还有配菜，还有豆芽，刚才你洗的那个豆芽，还有青瓜。这个豆芽好脆啊，是吧？又香，这个肉片也很嫩。这样做是不是很下饭？对啊，下次你买牛肉回来，做一个水煮牛肉吃。可以啊。